诸位，今天很荣幸到45周年的地球日，我们来思考，我们来回想365天，早一天或早一小时或早15分钟，思考一下地球给我们的以及我们的回报。这个是非常严肃的啊。那么也是希望说，一小时可不可以延长的一天？可不可以延长到一年？或者延长到我们还剩下的生命以及我们的自己生存？对这个地球，我们应该以我们的力量能够做些什么事，不是以社会力量，不是以国家的力量，也不是以联合国的力量，我们的力量不是可以做点事情。那么今天我也会跟诸位讲一点点这个地球日要庆祝我一点感想。那今天来的，我们要感谢第一个这个陈姊妹，她真的是自信到我，她打电话我都有点怕，我还欠她太多东西啊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孙老师，我们的长期的战友啊，但是战争还没结束，我们要继续并肩。还有各位朋友啊，我们是不是要欢迎这个贵宾来给我们讲几句话？是不是？还是我们先开始，因为时间也过了一点，开始进行请答，对不对 ？May I have your short speech to them to open this conference? Thank you.